哦，我们306元就可以这样吃到，哎，火锅还有自助吧，而且重点是自助吧有炸有烤，还有蒸、饮料等等的东西啊，我都觉得该有的都有了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我们现在来到云林的啦，然后在我们身后这家是大排档火锅店。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这边吃呢？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来到云林这边，然后我小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很想吃看这种吃到饱火锅店的。只不过我们今天虽然过了有点时间，但我们还是来了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吃看大排档火锅店它会有什么表现吧，Go！谢谢，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啦。然后我刚刚是跟他点了大辣的麻辣锅，但是他这边很特别的是，他有提供羊肉炉口味的小火锅啊。只不过如果我们点这个汤头点下去的话，应该这一餐就要破300了。我们用最常见的麻辣锅来跟各位一起开箱这家店呢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
好 ，OK 啊，各位，我刚刚其实先拿第一轮的料理回来了，然后没有想到这边竟然也有猪脚哎。它这个汤，它不只是用传统的火锅店料理方式给你而已，它额外还要去增加了一些药膳的调味啊，我就觉得还蛮香的哎。那在煮的过程中，我们先来吃看旁边的猪脚啊。虽然说它这个猪脚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可是它的味道是非常道地的中部味。你知道这间有多中部吗？它直接开在中部。还有羊肉也下去吧，脆肉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吃一下刚煮好猪肉片呢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沾沾酱试试看呢，应该会还蛮不错的。接下来来到羊肉回合了。软嫩的口感搭配它这个极浓的香气，哦，这就是我喜欢的羊肉片呢。而且今天这边吃这一餐，差不多加完10%的服务费，只要300块，我觉得很棒哎。而且各位啊，今天在这边哦，它的熟食项目有炸有烤，又有蒸笼料理，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，还有这个东西是哦。咬开竟然是马铃薯焗烤沙拉哎，很特别。好了，我们这个牛肉滚了，先捞起来。
各位啊，这种炸柳叶鱼它并不稀奇，可是今天这只柳叶鱼的调味都是由店家他们自己去完成的，我觉得这是很有特色的一个部分呢。哎，各位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台北鋪恩街的蔬菜大蛋饼？没想到今天来这边也吃得到一样东西耶！它就是个鱼下巴。好了，那我们第一轮的东西已经吃完了，我们就去拿第二轮的料理吧。好了，我们第二轮把刚刚没有拿到的东西都拿一遍的啦。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一轮把它煮完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应该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想吃什么就拿什么了。现在吃一下蒸笼料理。珍珠丸子。虽然说它烧麦的部分呢，可能外皮都有点干掉了，可是我是觉得说，今天以这个价位来看的话，这都不算什么。还有这个淡卤水的现冲咖啡。我觉得他需要沾酱好朋友的资源呢。我觉得他这个口感除了 Q 弹清脆之外啊，他本身的香气与酱料的结合，这简直是完美啊！
还有这个虾子啊，我们也是煮滚之后就把它拿起来了。只不过它在冰箱的时候，它的模样可能卖相就没有这么好了。还有这个被我们遗忘的鸡腿啊，感觉肉质还不错哎。安管不是咱食面的。清脆口感搭配着我们特制的蘸酱，嗯，我好喜欢这样吃哦。还有我们刚刚煮的旗鱼片，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哦，他这个旗鱼片不管是走到哪家餐厅，他永远都在走他自己的道路，一点都没有吸到汤汁的味道哦。那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食材吧。我想各位，这一轮啊，我们已经开始拿刚刚吃过的东西了。只不过啊，他这边现场竟然还有这种金椰子哎。它是我吃这种火锅店最喜欢喝的饮料啊。那接下来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还蛮喜欢的涮肉片的方式。正所谓入境随俗，我们在宜兰就可以把葱当主食吃，我们在彰化这里，我们可以实现吃鸡蛋的鸡蛋自由啊。那在肉滚之前呢，我们先吃这个猪脚，也跟各位说，它这个猪脚的口味真的是在地味啊。
肥足足的猪脚。剩下的肉继续煮啊。我们用这个煮到透烂的洋葱配的羊肉丝啊，双羊的滋味。洋葱的甜搭配着羊肉的骚，那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食材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这一轮之后拿羊肉片的啊，因为我刚看他们冰箱，他们的肉片几乎只剩这个羊肉片呢。不过也没关系啊，我觉得我们这盘吃完啊，差不多再吃个点心，他们就要准备休息了。
在最后，这锅汤它本身已经充满了各种食材的精华，我们最后再倒入羊肉片，把这个精华吸收起来。我们去吃一点甜点吧。各位啊，是说我刚刚在拿他甜点的时候，我发现啊，他地上有一箱香瓜，还有哈密瓜，我就觉得说，我们今天吃了一餐300块，竟然还有这种水果，所以我就去冰箱里面看了一下，结果最后，他只有切好木瓜放在那里。就是这个瓜味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去结账，出去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人在外面的啦，在这个地方是只有我们园林人才会知道的小凉亭。虽然说一般人应该也是不会来这里的，虽然园林是一个好山好水的所在，只不过啊，我是还蛮喜欢这种淳朴的风味啦。尤其是我们这样到北部闯荡了一回之后，最后才发现原来曾经待过这么美好的地方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说说今天去吃大排档的想法吧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今天花了306元。我钱包放车上。我们今天花300多块就可以吃到除了火锅之外，还有炸、烤、蒸，甚至它旁边还有生菜、饮料等等的东西啊！我就觉得该有的都有了啦。它这种火锅风格就是从我年轻的时候开始盛行，然后直到慢慢的被大品牌取代掉。但是它对我们这种中年人来说，它在我们心里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情怀啊。所以今天吃到它，说我是觉得光是吃这个情怀味就够了啦。那各位啊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去回复哦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会员频道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大哥，你会下去啊？去去去。